钟灵校友会已经50岁了，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而今天在现场的每一位校友呢，是的，掌声一下，要感谢50年前创会的学长们，也要感谢50年来不断的耕耘的学长们，让大家每一年都能齐聚一堂，而且呢，中马钟灵校友会一年比一年的壮大。这个掌声是不是应该更加的热烈一点呢？好，掌声不要停下来，要借助各位的掌声，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晚上的贵宾。有请首相署部长丹斯利徐子根博士，我们掌声欢迎。请所有中马钟灵校友会的理事们也一起到台上来，我们将唱国歌、校歌还有生日歌。接着唱校歌。我们可以换个轻松的调子，一起来唱生日歌，祝中马钟灵校友会50岁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中马钟灵校友会成立50周年。
好，谢谢台上的特别贵宾，淡水徐子根博士，还有中马钟灵校友会的理事们，请各位回座。好，那每一年回到来校友会的这个会庆晚宴呢，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钟灵校友会的一些理事领导人，还有包括一些友会的领导人。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就是中马钟灵校友会的理事们。首先呢，要介绍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年好几年了，也都出席会庆晚宴的首相署部长 YB 丹斯里徐子根博士学长。好，接着给大家介绍今年三月才刚上任的中马钟灵校友会会长黄建勇学长。接下来，名誉会长丹斯里拿督曾永森律师学长。名誉会长 YB 陈胜尧医学博士学长。接下来有名誉会长何木生菊胜学长。好，接下来这位呢，名誉会长拿督刘景博学长。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陈文斌学长。总会秘书处顾问拿督温子开学长。署理会长兼筹委会主席杨金龙学长。下来由马来西亚钟灵校友会联合总会总会长拿督张文明菊胜学长，以及新加坡友会会长陈方鹏学长。好，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中马钟灵校友会惊喜50周年会庆晚宴。那么在晚宴一开始呢，一般上都要先医保大家的肚子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把时间交给酒楼的出菜仪式，有请。在大家享用晚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同时将播出这一两年来一些校友会活动的片段，请大家看荧幕。很高兴看到在座的会友和校友齐聚于此，印证了今晚的会庆主题“钟灵学子满天下，携手跨越半世纪”。这个呢，早就规划了，早就在世界各地的其中很多地方了，领先的举行。谢谢马来西亚钟灵校友会联合总会会长拿督张文明学长。十五的月亮身上亮，天空啊，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你心上的人啊，就会逃过。
谢。哇哦，谢谢我们的西藏歌王陈荣波，还有冠军歌后卢金莲。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下一位致辞的嘉宾，也就是母校钟灵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陈文斌学长上台，有请陈文斌学长上台致辞。各位学长，钟灵董事部就会在2011年年中改组后即刻展开规划工作，在各小组成员辛勤耕耘下，发挥团队精神，延续先贤们奠下的基础，并希望继续透过透明的机制，在公信力的领导以及负责任的态度，以全新的奋斗精神，展开发展钟灵三校的艰辛任务。谢谢母校钟灵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陈文斌学长。各位来宾，一起来欣赏五十年足印。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钟灵中学，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毕业后，大家各分西东，各奔前程，有的选择到外国继续的深造，有的选择到国外打拼谋生，有的选择继续留在马来西亚，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也有的选择离乡背井，到不同的州属去继续的深造，继续的为生活打拼谋生。Thank you.
牵手百年，谈得好悠扬。大桥长长，在这大海之上，海滨波影的地方，龙舞吉朋友，出来喝茶，在老地方见。各位学长，我觉得我们离校后呢，应该继续保持我们的同窗情，然后应该继续的保持联络。对对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除了喝茶、喝咖啡之外，就没有空间办活动，联系校友。我想我们应该找个落脚地，来成立一个校友会。我建议我们租借广西会馆，来认认真真的讨论这个主持事宜吧。好吧，就让我们现在筹备成立校友会。钟灵心，钟灵情，深深的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他们马不停蹄的计划研究，终于筹委会于1962年7月12日发出了开会通告，
希望每一位毕业的钟灵生能出席成立大会。1962年7月15日，许生鹏钟灵中学校友会正式成立了。由于没有经费，唯有暂时在1962年9月租借苏丹街嘉应会馆3楼设立办事处。有了办事处，就可以呼吁更多人加入校友会及捐助创会经费。1965年3月，签字印美相，